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香光正念生活禅，让我们一起以正念生活禅的智慧，探索转化生命的契机。我是禅子，我是静观。今天的主题是起心动念的是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当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是真实的时候，常常会说眼见为凭，或者是说这是我亲眼所见的。静观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们所见的可能不是真正的事实？这是有可能的。例如在心理学所用的一个图案，有人看到的是一个老巫婆，有人看到的却是一个少女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不只是眼睛看的可能与事实不符，有时两个人同时听到一样的话，也可能有不一样的解读。对呀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样的情境两样情吧。同样一句善意建议的话，有的人听了会说谢谢你的建议，有的人却把这善意当成是对他的批评，心情就会很难过，甚至过不去。是啊，这是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的事。谭子老师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减少这样的误会，甚至有时候听错话而产生烦恼呢？有哦，那就是要在事情发生时，要掌握到真正的问题核心所在。那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就用《楞严经》中佛陀的教学方法演练一下。静观，你现在看到的什么？看到你的手掌打开又合起来。你指的是能看到我手掌开合的是眼根这个器官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当你闭眼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呢？不能。可是你的眼睛还在啊，为什么就不能够看到呢？那就是除了眼根以外，还要加上能觉知和分辨的意识才能看得到。这就更接近事实了。如果以眼睛和心识来比，静观，你觉得在认知一件事物上，哪一个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？可能是一样吧，因为眼睛不好，例如有严重白内障的人，就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了啦。这也对，但是看清楚就可以把看到的事物确认，对吗？例如看到远处的山上有白烟升起，当下你可以确认这个白烟是什么吗？可能不能。我可能会依经验去判断，认为可能是有火灾，或者有人在那里烤东西，也或许是住在那座山上的人用木材在煮饭。不过第三个可能性比较小。所以答案至少有2到3个，而且都不确定。是啊，如果真的要确定，可能是要打电话去问，或者亲自去看一下。静观真有求真的精神，这是很好的态度。但一般人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会去求真的人多吗？大多数的人可能不会，而且是依直觉去认定那就是什么。例如刚才看到在山中有烟，如果烟很大，大多数的人可能会认为是有火灾。那肯定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眼睛看到的，还是其他呢？是我心思判断的。这么想来，刚才禅子老师您问的问题，有关看到东西的时候，能确定这是什么东西，主要是我们的心思作用了。确实，但是我们在遇到事情，我看到一些喜欢不喜欢的情境的时候，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可能都忘了自己的心事作用才是核心所在。看对看错可能都是自己心事认定对错所造成的。如果在平常生活中要减少误会和看错想错，就要如俗语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也就是要掌握到问题的症结所在，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。这倒是真的。如果遇到事情或听到一些让自己伤心难过或忧郁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停一下，反思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误解。很多的担心、焦虑和不快乐的事情可能就会减少了。有道理。即使有烦恼和妄念升起时，能从自己的心事下手，甚至进一步去参起心动念的是谁，结果可能就不太一样。不仅仅不会责怪别人，也可能突破盲点和烦恼的乌云，看到一片海阔天空。这真的有用吗？这是很可能的，但要用心去参究，而不是用头脑去想或分析。什么是参究啊？就是直接问自己的心，反观自己的心念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。不需要给答案，只是一直观察心念的变化。我们来用一则公案故事，让大家在未来一周中去参一参，练习这个参究的方法。好哦，这是唐朝赵州禅师的故事。这个公案故事说，有一天有一个学生看到赵州禅师在扫地，他就问道：禅师，你已经是开悟正果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扫地？这里的扫地其实是暗指着扫心地。那禅师就回答：因为外面有尘垢，意思是人的心会被外面的沉静所动摇。学生听了就再问，在清净的佛寺里，怎么会有干扰人心的外尘呢？禅师回答说，这里不就又多了一些灰尘了吗？大家可以参一参赵州禅师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，跟我们的修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哇，这很有意思，不过有点难，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。很好，懂表示你心有所悟，不懂是因为还没有去参，现在就可以参参看。而且不是只能参这个公案所说的，大家也可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、生气的时候，我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，当下参一下，问一下自己现在起心动念的是谁，然后微观反照，往内心觉照一下动念的是谁。好哦，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参看。大家如果有心得，欢迎到正念生活禅脸书留言给我们。现在开始，大家一起参一下起心动念的是谁。我们下周见。下周见。